短跑100米，100米，还有接力赛，基一百本米上还那需要个跑吗？小本本了，什么小壶杯、小茶杯了，这都是我的奖品。像你这样的大长腿，那不是一脚就跨过去了？基本上我跑的完事儿，人才跑一半，比较快。那你这应该是哪哪都长呀，难怪你要用卷尺。我卷尺不量我身子，嗯，我一般我知道了呀，我知道了，你量点别的地不方。用给我，就是强调这个，你可能我有点懂，问我题。懂。我觉得你话语之中带点污秽之词，能不能好好的？我挺好呀，我这么清纯，我长得不清纯吗？我长得不可爱吗？你这样说我。你长得腿确实挺长，腿确实挺长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我一些兄弟啊，啥意思啊？也不是一些兄弟啊，可能就有的那个这玩意儿小姐姐了，她可能就是这个会找一些图片啦这种的啊。找一些图片，你是说我是找的图片吗？我没说啊。我可没说啊，你我这没是说啊，在，你这是在疯狂的试探，啥我呀？这就死了，这就没了，谁死了？哈巴死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了，走走走走，别打了，还追，14，这群人都是猛男啊！你看这个小法，他说他想赢，他还怒送二血，他这是。没关系，死死吧，小问题。我在上路等着积木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把围巾应该是无敌了。我们准备一下子吧。你玩的啥？你玩的猴啊？玩的猴，行不行？你也可以叫我猴哥。你叫你什么？猴哥。我叫你腾猴行吗？什么猴？腾猴。哟，你知道腾猴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啊。腾猴的意思呢，就是，比较急，比较急躁啊。就是，比如他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他迫切的想马上就得到，就是腾猴的意思。这个方也言算是呗，你我们们那这边边方的，言呢？对，差也差不多。你们那方言，要么教我两句学会了吧？吧？啊？我说，要么教我两句你们那边方言吧。我们这边方言比较好学，我说方言你应该听得懂。那我就说，我就说，你应该是个腾猴，你听得懂吗？比如说你吃饭了吗？应该怎么说？你就送吧啊，你就送吧。我觉得这句话不能体现我们这边的方言，那我就说，腾猴，你需要吗？就应该加上这个称呼，它才有那个味儿，能听懂吗？是不好是？像是听懂了，靠！哎，这蓝你枪这我个真是。无情又有魅力的男人，你居然敷衍我对你说的话，我都不想说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影响你的哎操呀，作，我好懂。亏呀、啊！哎呦我天哪，这蓝枪害死我了，这个蓝枪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慢慢打。亏死我了，我在上路。他居然敢上来，他在干嘛？我的哎，这个命辅助呐！在干嘛？对面的辅助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们呀。你到现在没被他勾过一回啊？他勾引得到我，就他那小派头儿。我说他勾你，不是勾引。
勾不到我呀，看我这婀娜多姿的身材。你像个大哥，不是婀娜多姿。像什么？像个大鹅。大鹅。老鸡。那是那个什么呀？天鹅，不是大鹅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这老鸡母。你还不回家？你好浪呀。那能回家吗？回家相当于白杀他了，这不能回家。你看你就不玩上路，你是不是只玩辅助？对，这也被你发现了。我其实我中路打的还可以，我不单单玩辅助呀。我不太相信我。你看我这把，你看我表现。中路打的不错，就跟你说你那发我的照片是真的一样。我除了刚刚说的那句话是真的，我从来不撒谎。我除了这句话是真的，我其他的话可能都我不太不太真。我不太行。那这样，保留疑问。你不相信我对吗？那这把我如果我看看啊。这把如果我没有死超过五次，如果我没有死超过五次，那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。那你就给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，好吧？我没太明白啥意思。就是我只要我死的人数，那个人头我死没超过五次，你就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得有点动力啊。不是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死没超过五次、啊、你就给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然后呢？对，然后你给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吗？我没法看，我家里没有照相机。你自己平时都不拍照的哦？我不拍照了。还是说你有点对自己的长相不太自信。我都不拍照，我家里有摄像头。啊？啊，我家里有摄像头。你家里摆摄像头干嘛？摄像头视频呢、啊？摄像头。你平时都和谁视频呀、啊？跟我朋友啊。有啊。提莫这小矮人。抠死他！你平时都和谁视频啊？跟我你不会是那种再说你家里有个摄像头也没啥问题呀、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一般都不会，特别是男孩子呀。你看我家里都没有摄像头，我一个女孩子，我家里都没有。那有个摄像头。我平时和我朋友视频，我都用手机。我没有手机。你没有手机？啊，我没有手机。你是没有手机还是不用手机？我没有手机。那你平时怎么和别人联系？用意念吗？我用电脑。我电脑微信。你不出门吗？那你？我出门啊，我出门就出门呗。啊、出门不，我可以。你出门没有手机联系？现金。你是原始人吗？你是我不刚穿越过来的吗？你没听过有个明星一直都是手机都没用过吗？就一直不用手机。啊。然后如果要是有事的话，可以写信。我飞鸽传书呢，我写信。你这半APP 我都是网上下的，我都是下的 PC 端。
你用电脑下的呀？啊，我下的 PC。你还知道用电脑下这个？知道啊。可牛了，你这还挺潮啊。是，还行吧。谁还不懂点东西？潮男，我的天！潮男不用手机，嗯、你成功了，拿半本下 APP， 我还找到了你。你的 ID 是多少？你怎么回事？那个鸡！我的 ID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再说一遍不行呗？行吧，那你别说了。不是啊，就是我只是好奇啊，你又要问我 ID 干嘛？那我就告诉你吧，算了算了，告诉你这样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好像和你身份互换了，我不能太那个了，对吧？你看，我又想看你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又想你打游戏带我赢，然后我又菜，你说这怎么能行呢？确实互换了，要不陪玩是不是应该？你把你的账号给我吧，以后我就当陪玩的。完了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哎。那你喜欢我这种类型，还是那种就是上来比较舔一点的小姐姐？如果你要是喜欢舔一点的小姐姐，我就去念好吗？我去报个培训班。我不喜欢你。我去给我这，嗯？我不喜欢你。你不喜欢我？我也不喜欢你啊！我又没说我喜欢你，我也没要你喜欢我呀、啊。你怎么这样的？你这个小哥哥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改我的包。你不用改，你变不成那棵草。我变不成什么？你变不成那棵草。什么草？狗尾巴草。原来你不喜欢花，你喜欢草。积木心态爆炸。我的妈呀，好多人！哎，后面就是我。这还有一个，还是这个奶好啊！我的天，这个奶一下可以奶好几个人。拿下！你看吧，牛批，一个都没死。哎，我听说人家半半那些小姐姐都是有点绝活的，你有没有绝活？嗯，绝活，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绝活？那我是你老问我喜欢啥样的，什么都会。我喜欢让你上天起飞的，你会吗？你也不会呀。我是仙女，你看我会吗？你会上天，你跟我起飞。我还不只能上天，我还能入地。我你别上天，你爬个树都费劲，我不。我不需要爬树呀，我爬树干嘛？呦呦呦。你不老问我喜欢啥呀？我就喜欢爬树的。完了。老鸡，来，小兵过来，来，小兵给我过来，来，小兵。嗯，那个老鸡。你别不动啊，我一会儿就大你，你等着，俺俩在这待着。你这猴可以啊。你干哈呢你啊？蹂躏。你别走啊，干嘛走？还把我藏起来了，把我藏猫猫。真的，你有什么绝活？嗯，长得好看算吗？算。开摄像头算吗？你有可以开摄像头算吗？会开摄像头啊。
对呀、啊。那这确实是算一个绝活。我还能单手保时捷算吗？单手什么？单手保时捷。什么保时捷？我还能单手摇杆，那算吗？单手保时捷是个什么东西？嗯、我不太清楚。有没有开车算绝活吧？开车，你有驾照吗？宇宙飞船的驾照，我摊牌了。你开摊牌了，我把地球给你开了。啥呀？我能开摄像头算不算吗，哥哥？摄像头算，摄像头，没几个能开摄像头的，比较少。啊，对吧，这也算吧。嗯，我觉得其实是算一个。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吃亏呀。完了，来人了。我们刚刚对线还没对完呢。那你是准备一会儿要给我开个摄像头啊？这不是刚和你认识，我其实也挺害羞的一个人。我这个人，你家是不是也有摄像头？我说实话，啊，我比较喜欢交朋友，而且我这吧，我这个……你上次来武汉是什么时候？疫情之前了。啊？疫情之前。疫情之前，那应该是一年哦。你后面还会来吗？你觉得武汉怎么样？我应该如果你还会来的话，我觉得咱俩要是就是，我觉得你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你要是真的长得属于我男神类型呢，我还可以和你交个朋友，因为毕竟和帅哥交朋友，他身边的朋友肯定会更帅。啊，那肯定，身边的帅哥肯定是有都是的，那是。嗯，那你帅哥没？那你觉得我这个算盘打得怎么样？我公司跟我。啊？啊，认识的朋友也比较的多。你那个服装是店还是公司啊？就是。是个公司，平时也直播带带货啥的，这种的，明白没？那你这应该超能力不错啊、哦。还行，真的，我这帅哥朋友还是比较多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？我喜欢什么样类型的？我喜欢，就是长得不是特别矮，就是可能稍微高一点点，因为可能我长得比较高嘛。然后你多高？就是长一点，啊不，年龄比我大一点的。我们都是人类了，不用用这个长短单位来计算了，老妹。对对对，说错了，我说的是腿长一点。你多高？就是长得高一点的。你多高还得想一想呗，你是、机器人啊，你还会变。我还拿了一个人头，他夸夸我，我是不是玩真的比那个要厉害一点？不是，你多高啊？比你要矮那么一丢丢。哎呦我天哪，那一丢丢可有点大。你应该是一米五。你看不出来我多高吗？我照片不发给你吗？你猜一下。干啥呢这哥们儿？哎，我又偷了个人头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哦，就是我放 Q 然后就。你猜一下我多高？
我猜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你刚刚又问我，你这个人挺矛盾的。那我问你，你不是说你身边那个，我问你喜欢啥样的吗？我这是帅哥朋友多，我先给你介绍点。算了吧，那拉倒吧，那不用了。我说还不行吗？哥，你这脾气还有点大啊。那我就温柔一点呗。谁让我收了你的钱，那我就得想听你的。我有1.7米。你有吗？你又质疑我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激将我呀？你是不是激将我？我就是问你，你说你有，我说你有吧，那你就说有就完了呗。我感觉你在激将我。那是不是比你矮那么一丢丢？女孩子1.7米还可以哦，太高的话，那不就像如果以后谈个男朋友，他要是长得不高的话，你就是需要那种1.8米左右的呗。如果能像你这么高的，那就更好了。其实1.8米也挺不错的。太高了，走哪都烫头，拉倒。我就比较恨我。这是你的烦恼吗？和我爸。是我的烦恼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想拥有你这样的烦恼。我前天脑袋还换个包。你家门槛有多高？我去别地儿放。这把太顺风了吧？你看，咱们的赌注算不算？哥哥，你看我们的赌注算吗？你看我还没算，你不要开视频吗？没死过，你不是要开视频吗？我这正好有视频，我正好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说谎，你这照片到底是不是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又激将我，你这个人，我没激将你。我差点就信了。我认识的人也比较多，我说实话。要是一会儿咱看视频没什么问题，我其实可以让我的兄弟们给你点点关注，然后你可以从中挑一挑。婚姻包办了呗，哥，是吗？什么办？就是你要是看我这，视频和我发的照片没什么两样，你是不是就给我介绍？我不给你介绍，他们介绍像你这样。哎呀呀，优质一点的。杀个维恩吧。敢出来吗？你这可太闹了。哎，我把他打一下。太着急了，明天找的网图没关系，我们鉴定一下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你有 QQ 吗？我有啊，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谁没有 QQ 啊？我的天啊，我这把打的还可以吧？还行。你看我8.1，我不是最后一名。啊、嗯，还可以，这把还行。哥。我觉得你看我表现的还不错吧，那我这能不能以后就是找一个像你这么优质的男生交个朋友？那估计有点费劲呢。那怎么地呢？那是不是因为你太优秀了？对，可能是我比较的优秀。啊，你后边要想找的话吧，你可能只能稍微放低点要求啊，可能能行。我其实要求也不高吧，我要求不高。你看咱们的赌注还算数吗？赌注算数吗？算数啊，来吧。你加个 QQ 吧，我加你个 QQ 吧，行不行？你 QQ 多少啊？我 QQ 啊。我 QQ， 我给你 YY 发过去。好。
我家没有摄像头，我家只有手机。啊，你家没有？我啊，手机登 QQ 吧，那就手机登 QQ 吧。条件没有你那么好呀，我要是有你这么潇洒。你有手机 QQ 没？但我的摄像头好像有呀，只能从一个里边出来。加没加？我登一下，我还没登 QQ 呢。哦、行。你可以直接手平时都不上手机那啥也行，哎，微信也行，用微信的吧，用手机的那个，要不然我这摄像头不开不了。你不是有摄像头吗？就是不好开，不好开，有点问题。你手机吧，正好你不是只有手机吗？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用手机，我用 QQ 啊，就是，然后我前两天过敏了。啊，那你用手机 QQ， 我也用手机 QQ。你先哥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前两天过敏了，然后我的眼睛呢可能有点肿，然后也没化妆，就是可能啊，上半身不重要，无所谓了。我主要是想看看你的腿到底是不是那么长。我这不是要先说着吗？我怕你觉得我开了摄像头之后，我这个，长相可能和照片，因为照片化了妆的，我今天没化妆。没关系，小姐姐。那，等一会儿啊。你没有听过赵本山的一个笑话吗？你脱了马甲，我也认识你。那你这啥意思？就是我化成灰你都认识我呗？差不多吧。你到底是加 QQ 还是加微信？加 QQ 吧。行 ，QQ 上面给你发了啊。来了，阿苏，苏阳言，欢迎进入直播间，阿苏。苏啊，今天是俺们可能最后一次双倍亲密度了。赌王保持住吧，男某人是这个吗？对。你21岁啊？我为什么听你声音怎么有点像？21岁，那个是我小 QQ。听你声音有点，就说嘛，不像你多大、啊？我其实只有，只有20岁，出那么一点头啊，20岁出头。这出的不只有一点点吧，我感觉。就一点点头。应该出的挺多吧。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准备一下。我这。行。画个口红啥的。行。因为我没化妆。嗯。画口红去了。20岁出头，别耽误时间，别着急，兄弟们，别着急啊！我看看啊，他这。25509，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是多少。这么的啊，一会儿视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我们去给他点点关注。一会儿我就要跟他说了啊，一会儿我就要跟他说了。他如果非得要送飞机、火箭啥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到时候拿点就拿点吧。我先看看我这视频。能不能行？我的视频，
我刮个胡子，等会儿啊。嗯。我这混，差不多了啊。喂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没加我呀？啊，没加你，我看一眼啊，我加你一手。你还没通过呢。啊，通过了，OK 了，这回有了吧？嗯，洗个澡这都不用，不行，我换个衬衣吧。这穿半截袖好像，我的形象不行啊，形象不好看的。等会儿我拍，我们是用 QQ 语音吗？我换个衣服吧，要不？用 QQ 语音的。哎，我先把这个麦给关掉。主要是为了你们啊，主要是为了你们，啊。换上衣啊，反正确实我就应该换个衣服，我换一个吧啊，我整个衣服，我这稍微有点紧张啊，稍微有点紧张，换个头吧，那头肯定是换不了了，头就这样了，我戴个帽子吧，要不算了吧，这么地儿吧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接听。喂。哎，你好，Hello。嗯，能听见吗？能听见。你人呢？为什么看不见你？等会儿啊，我调一下子。好。重开一下会不会有呢？嗯，现在好。现在有了，不行，重开一遍。哎，好了，有了，有没有？这回有了吧？有了。有了吧？有了就行啊。长得还挺帅。还行吧。你这好卡呀。卡吗？你是用的诺基亚手机视频吗？你长得有点像我姐，我说实话，我三姐。啊？你姐你多大？我多大？我二十八，我二十八。你说我长得像你姐，是因为我今天没化妆吗？没爱了。真的有点像我姐，我三姐。你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老？你是不是嫌弃我老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想看你这个照图片，我看一眼啊，我看一眼。嗯。我看一眼你给我发的图片啊，我瞅一眼。像吗？因为我没化妆，然后可能、啊、确实是本人啊，确实是本人。我没化妆，所以可能就是不太好看，因为我眼睛过敏了。我看出来了啊，骗你吧，我是不是没骗你？你这样是我骗你。骗都没骗，但是吧，我说实话，绝活要是只是视频的话，其实也没啥好绝活的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你需要看看我的腿，嗯，我觉得你需要看看我的腿，这才是重点啊。那看看你的腿吧。你后面这是啥呀？我这是学习的书。我的天呀，你这个是我卡还是你卡？可能我卡吧。哎，卡不卡不重要，反正你不卡，我这边稍微是有那么一点小卡。啊，行。我怎么看你好像我卡了？没卡，能听见不？啊，可以。你这么的啊？我觉得你是说听我说话有点卡、是不是？
说话有点卡，然后那个画面有一点。那个这么的，俺俩歪歪说话，不就完事了吗？我再戴一下耳机。哎呀妈，这是真卡呀！这是，没能听见不？这拜拜。啊，可以，可啊，以那吧？就行了，那 OK 了。那我，你是不是质疑我的腿？对，我是质我疑你感的觉你腿，是质疑我的腿。快点吧，搞快点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小姐姐。啊，你一会儿要干嘛呀？我一吃会饭吗？儿，我啊，一会儿得吃饭呢，还得。等一会儿啊，我得到镜子前面。行，你找个镜子吧。找镜子就不能戴耳机了，是吧？对，啊，那没找事，你镜子找我吧。就直接手机，啊，你找吧，声音无所谓，其实。好，我这关了，然后我这边再听个声，不就完了吗？这是你房间是吧？对呀。你就你一个人住啊？我和家里人一起住，哦，行吧。我穿拖鞋，穿拖鞋，怎么感觉这么黑呀？我的天呀！这个马赛克啊，就是再打点码就能改成另外一个片儿了。我说实话，等一会儿啊，现我有在点这卡了。QQ 视频呢，我发现是真是不太行。这 QQ 视频，这马赛克太高了，这都是马赛克。我可能用的是诺基亚的手机。也可能我们有点问题，这咱俩可能是你是南方，我是北方，可能俺俩这接触有点问题。我觉得吧，就是我信看你号，这衣帽间儿不错呀，这。对吧？那女孩子不都是这样？你这衣服挺多的吧？我毕竟我是做模特的，那我衣服肯定特别多。你穿别的衣服肯定也比较的好看。你有没有别的衣服能穿的？这么的，我有啊，好多，这特别多。个我认识的人兄弟也比较多，这个看看啊，你现在是25509啊，我给你点点关注，然后这个我们换套衣服，你觉得行不行？换套给你衣涨个小服。五百啊，不用太多，小五百。小五百来头，换套衣这服，么多吗？小五百，能涨这么多吗？能你涨不很会？多，这都是小问题。我们公司比较大，啊，平常带带货啥，值你得不会用花。的就是刷粉丝了吧？我不刷粉丝，这都活人，这都是活粉丝。这么的吧，你可以来直播间瞅一瞅。在没，你直可播以去间？电脑旁边看一看，我们正好在带货直播。你是主播？你不是说你我是是主开播，服装店的吗？对呀，服装店带货主播呀，在哪个上面？斗鱼孙悟空，斗鱼孙悟空，斗鱼还有带货的吗？我还真不知道哎。斗鱼有带货的，斗鱼，我看我们这都有活人，这都是活人。网页上能看到吧？能，别在那发是机器人了，还能不知道你是真人吗？真是的。没事，我跟他们对话呢，我呢，没跟你对话。我搜什么？搜孙悟空。孙悟空，咋看着这么眼熟呢？
眼熟就对了。带主播，斗鱼一哥，鸽子的哥。你这是卖衣服的吗？你在逗我呢？我卖衣服的，我是这都衣服，嗯，这都是。你这是卖衣服的吗？为什么？平时也打打游戏啥的，都干。我们干的方面比较多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呀？火呀！你好多好多粉丝啊！你是不是很多粉丝啊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给你点点关注500个肯定没有问题，小500给你来个小500，咱们不是为什么你这么多粉丝啊？而且上面都是我呀，那就我看到的是我的脸呀、啊，啊，是你的脸、啊，我的天，这不我的吗？你怎么这么多粉丝啊？我有点惊讶了，我的天呀！不用惊讶，我们刚才说的行不行？你让我先缓缓。你不用缓缓，你要想充值，你就赶紧。你还能一边直播一边踢火箭呢？超级火箭！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点到多少来着？点到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多少。你现在多少？你想涨多少？我给你来500。嗯。行，然后现在是25520，给你点个26000。我的天呀，好多人呀！嗯，咋没了呢？你，这是你本人的号吗？什么本人的号啊？这是你的，我还能借来的直播间，我不是借来的。我有点被吓到了，太多人了吧？我挺害羞的，我这个人。不用害羞。你看他们想看我换什么呀？换啥？你们想看换啥？我感觉我可以去买彩票了，是吗？他们想看你穿棉裤、羽绒服。啊？啊！我看到他们都说黑丝呀。要不你来我房间，然后把他们带过来，就是让那个人气到500呗，然后我去换。行，我可以走快点就行。你。房间怎么进？伴伴怎么搜？2010搜，直接搜索2010就可以进我的房间。我天哪！人气现在50，不知道会不会来这么多人。向下50到500呗。欢迎来到 IU 的房间 ，IU 在最上面的位置，可以点一下他头像，点关注，他们进来没？我怕他们迷路。方便以后你找到他。欢迎来到 IU 的房间。欢迎各位小哥哥，我的天呀，好多人啊。2010伴伴，孙悟空哥哥，伴伴，要不你带他们进来呗。伴伴2010，我靠，这么500，然后怎么的？500要黑丝是不是？要黑丝？哎，其实我觉得这大冷天穿棉裤挺好的，黑丝吧，那叫黑丝吧。对，你觉得黑丝行不行？哇。哇，这个速度！还有个兄弟在放屁，说500很难的。我觉得黑丝是我永远的神。我今天就得看看到底有多难。欢迎来到 IU 的房间。啊？不是，刚才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呀。我觉得真的，哎、不对，进错了，进错了。我觉得他们都好好，我进去他们都和我打招呼。我以为进错了。开播的时候呢，也会有一个提示。刚有兄弟说进错了。提示 IU 上线了。我觉得他们都好好，都和我打招呼什么的。我觉得你的兄弟们都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500个人应该挺快吧。谢猴子的粉丝，他们人确实是不错的。谢猴哥，哇塞，快200了！在干嘛？在这个手速可以的。点一下关注，阿姨在最上面。我们在干嘛？兰陵汉爸爸们来了，
欢迎南林汉的爸爸。我们在换装，我不是不是换装啊，爷爷怎么卡住了呢？认真的吗？完了 ，QQ 卡住了。不是，你们完了，拜拜没了。爸爸还是爷爷 啊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个辈分有点乱啊。兄弟们，差300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换个衣服啊，我们换个衣服。是他二叔。我刚刚是不是卡了呀？我看我那卡的样子好丑啊，怎么卡着了？而且我真的我没化妆。机器人，没事，我没化妆，我这样子和你还可以，就是这么多人看我不演的样子不太好吧？没了，222，兄弟们，而且这个月度到500，月度到500就可以了。半半直接收2021房间就可以了啊，都可以进来。什么？不管我是我的三嫂，是我的爷爷，是我的爸爸，还是我的二舅啊？这都可以的都。欢迎，要不你那啥吧，要不你直接一边换，我们一边进吧，你觉得呢？嗯。为什么他亲戚这么多？嗯，行，那我先去换，然后这我相信肯定能到500。很快的，行，我相信他们肯定的。你重新说一遍。我在拜拜小房间等他们，我正好去换个衣服哦。行。你是他的老二。比心，等你们。不是比心，是半半 APP 兄弟们。我给他们比心。啊，是半半 APP。私生子。对对对，去吧，来吧。你真是人才呀，哥。没了，是视频掉了，视频啊，一会儿可能弄完以后，这直接把摄像头关了就完事儿了。其实不用换个裤子，还关什么摄像头啊？哎呀，真是，行吧，这样吧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到个500吧，兄弟们，行吗？是他爸爸的扣一，半半里边看有多少他爸爸？什么他爸爸？谁爸爸？嗯。好兄弟们，是他二大爷的扣个二。别闹了啊！别闹了。好兄弟们，别闹了。是他爷爷的扣个三。这接待是不是我发现不想干了？我一看这接待，我既是他爸爸，也是他爷爷，还是他二舅。侮辱和诋毁，多个角色，游戏捣乱，多个辈分。你是他妈妈啊？来，是他妈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女的。303了啊，303了，我把他举报了，色情、广告、陷阱、诈骗。大家不要忘了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他的真爱粉，是不是？进来直播间，玩笑是不是？本来挺好的，啊，进来直播间本来挺好的，突然有很多家人进直播间了。谢谢哥哥小星星。算了，我一会儿再举报。可以点一下最上面 IU 的头像，点一下他资料，然后点关注啊。方便以后你可以找到他，你也可以给他下单，也可以跟他在一起聊天，啊。谢谢配角的闯麦小星星，谢谢哥哥，谢谢下载只为我一会儿再办你，你等我视频完。谢谢哥哥，谢谢伴你听风雨，谢谢你们的闯麦小星星，谢谢。326了，爱了。326了，325还能往下降的，还能不能往里进了？330了，进的速度太慢了，应该直接花一下这500，你知道吧？我退出去再进来吧。闯麦小星星。我看看能不能多加一个，我自己刷吧。反正我们这直播间这些兄弟要是人不够，我自己刷吧。不是你这还带改名字的吗？啊？没有办办 APP 的那个家人们啊，可以扫描一下左下角二维码，下载完事以后输一下房间号。谢谢星星，谢谢2021啊。
我们现在急需到500页度，500页度，我们直播间193万页度，分个500页度，给2021房间，分个500页度就行，分个500页度。谢谢剑气，谢谢潇洒哥闯关申请。房间号说错了，没说错，2021。他把你们当谢谢苦难逼死这个兄弟啊，350了，差150，差150，慢慢涨吧，慢慢涨。啊，谢谢哥哥，谢谢你们的闯关。我可能得去群里叫人了，还在往下降的。哦，谢哥哥。哦，兄弟们还想不想看黑丝了？还想不想看黑丝了？好拽，你是刷错了吗？谢谢哥哥，太拽了，真的太帅了吧！好没，他的师孙子这个好没，还有没有黑丝？师孙子还想不想看黑丝了？你这一波我都有，要不然他就穿棉裤了。师私生子比他的那些长辈们都，啊啊，错了错了错了，2010错了错了，房间号说错了，能不好意思，傻逼了，真的我练你，2010进错了啊，刚才那2021的进错了，是2010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2010。谢哥哥闯满小星星啊，你们啊，这回就快了，是2010，我说错了，就是我的问题啊，献给我们 IU 的一个兔子，谢谢男朋友，啊，是2010。对，你们送这个小星星的话，右上角，他这个人气他是可以全进错了是吗？进那个扭转乾坤的了，我赶紧进去跟他们说一说呀。谢谢啊，那收不着呢，2010啊，2010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我的问题。的抢麦棒棒糖，你们可以送这个免费的小星星，谢谢小08的棒棒糖，差80个。哇，这个猴子的粉丝也太厉害了吧！二维码没放，刷一下就有了。先上空，我的老天呀！没了。这是什么神？没有二维码，搜一下 APP 还不会吗？办办 APP。我好想去认识一下这个主播，他的粉丝太厉害了。说归说，唠归唠，但是真的好挺啊！收获了一名舔狗。谢哥哥闯麦小星星，真的可以让小姐姐过来送个飞机给猴哥，咱们给猴哥，如果这么喜欢的话，太好了，就是你们开玩笑的时候就是还挺皮的，差60个了，但是真的就是捧他顶他的时候超顶的，换个黑丝换这么长时间，我脱个裤子也没这么长时间，猴呢粉丝那不脱个裤子往上一提一蹬不就完事了吗？潇洒的炒麦红宝石，谢谢哥哥。其他妹妹你们可以开麦一起谢谢啊，一起谢谢一下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老公。对呀，房间号是2021。什么？你能不能啊？不是2010，2010啊。你喊的是谁啊？树上这么多人，你喊哪个是老公？哦，还化妆啊！谢谢小姐姐，哎，好了，好像好了，好了。这个哥哥太好了吧！谢谢，哇，谢哥哥好帅、啊，这个小。喂，我换好了。哎，我还准备一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主要是他们非得看，我也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没事。但是 我们的页度现在已经464了，很快已经到500了。我看一下。啊，很快已经就500了，很快，非常快。哇塞，你们都太猛了吧！谢谢哥哥们，谢谢你们过来，就是来我的小房间。我已经换好了，让我去镜子前面。我们可以去镜子面前啊，镜子。卡了。你们都太猛了，我的天！我卡不卡？有薛飞是有点卡啊，薛飞是有点卡。你先别动，先别动，薛飞是有点卡了，好像有点卡。我连一下 WiFi 吧。不用连 WiFi， 就是稍微有点卡，但倒可以接受，就是有点马赛克。那你这个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动作片呢？有一点马赛克啊，有一点。现在？你的鞋不错。你怎么？你多大的脚？关注点在哪儿呢？哥，关注点不应该在这儿吗？有点马赛克，看不太清。你脚多大的？你猜。
跟你比你的要小那么一丢丢。你48的呀？你可以多说一点。我49的脚，你小一点点，你不就48的吗？我38的。啊，你38号的，那小的是有点多了呢。那不是一丢丢吗？只是少了几个数而已。你看能看清吗？看不太清，稍微有点卡。我连的 WiFi 还卡吗？我重新给你打吧。不用重新打，就是有点卡。原来你就喜欢这个画质是吗？不是喜欢这个画质，稍微别动就好了，你知道就别动。我感觉应该你房间的，就是兄弟们比较喜欢这个画质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反正他们肯定喜欢。你搁家里头穿着鞋，那鞋不买的吗？我这个鞋本来就是放在鞋柜的呀。本来就放鞋柜里啊。我没骗你吧？你看我这身高有吗？1.7米？有。是不是比你就矮？啊。我再把高跟鞋一穿，其实。哎，你那个后边那个拖鞋旁边好像有，对，好像有个东西。有啥？有一条线儿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？后边拖鞋旁边有东西，你瞅一眼。那是，你想让我转身吗？不是，有东西，你瞅一眼。你是不是想让我转身？我满足你这个要求。你不用，就是有个东西，你瞅一眼，那个东西，我看不太，可能是个长虫。你不用凑这么近看。如果他们想知道我后面有个什么东西，就让，就是待会儿我给他们看，待会儿来小房间我给他们看。啊，那行，那行吗？行。我没骗你吧？而且，就是我这算不算？找你 ID 就行。找那个。2010房间。2010你说了算呗。对，然后他们来了的话，我要不给他们抽一下福利吧。行，咱姐上一个小姐姐来，我们去她房间，人家还免费给一个呢，还是给点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小福利，我也不知道给的是啥啊，咱也没去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。那要不我让就是我的朋友们都给，不单单我一个人。啊，那都是这。我觉得一起玩才过瘾。你说这一个人对吧？你看他们那么多小哥哥，我一个人也顶不住呀。那到底要干哈？你们可以这个到时候去2010房间去看一下子，兄弟们。就是可能他们。就是不知道这种软件它的秘密。为什么上？哎呀，有个兄弟发弹幕说上个小姐送火箭了，火箭不要了，没必要，把他给我封了。我逮住他了，我逮住他了，你们别动啊！我摁住他，叫阿舅阿舅盖，这我没说错啊，兄弟们，说火箭不要了，没必要，把他封了，给我快点给我把他封了，我把他按住了。上个小姐姐，你是上个小姐姐，就是你刚刚点了陪玩的吗？啊，刚才也有一个有一个陪玩小姐姐，谢谢。虽然大司马的皮眼，虽然我陪玩就是接单赚钱不容易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你刷个礼物啥的。哎呀，不用啊，咱这都是相聚便是缘。我就只是就是这个感觉你这个半半陪玩的还不错啊，我就是我也比较尽职尽责的啊，还有视频绝活，我去你我这算绝活，你凑个热闹，我说实话行不行？我觉得没毛病。我这算绝活吧，如果算的话我觉得算一点绝活，就是，咱可以先回到那个电脑面前了，可以啊。好，我觉得技术没关系，对吗？起码还是有绝活的，而且我游戏打的也没那么菜。你看我上吧，不是最后。我们直播间搜索那个抖音搜索孙悟空就行了啊，兄弟们，抖音搜索孙悟空，
觉得小姐姐不错的，可以去点那关注，左下角 ID 房间号都有啊。觉得，要不我来给他们抽一下福利什么的，然后带他们感受一下，就是声优的魅力。可能他们平时看什么视频直播看的也挺多的，要换换口味。啊，行。那是想抽什么，那就咱就管不着了，那就是。来点福利给你们。你要带他们过来，我上那个小房间说可以吗？我带他们过去啊。上哪个小房间？就是2010。2010这不搁这呢吗？啊，你在里面。那我就。啊，我上这个上面说话。声优的魅力就是变声呗。哪个是你呀？哪个是我？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呀，我上知道哪个是我呀。我上麦。对对对，你点爬麦。我上麦 AAA。 那个猫腾出一个位置来吧。抱一下你，轻轻抱一下你。喂，我把这个声音关掉。喂，左下角麦克风可以点一下。哎，好喽。可以听到了。那我要不我让麦上小姐姐先介绍一下，然后我来给他们抽福利，可以吗？行。好。麦帅，不是你们的福利正不正规呀？我们的福利，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比较喜欢。我有女粉丝。女粉丝也没关系啊，只要他成年了就可以。对，未成年人不允许的，就是只要是成年，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。我听着话，我有点害怕。不是你别怕，就是我们不和未成年人玩，只跟成年人玩。就是成年人玩，就是那个什么呀，不用怕，哥哥。我谢哥哥成年，我确实有点害怕。猴哥哥，不怕你别害怕，你别怕，那直播间的哥哥们他们都不怕的，你怕啥？那你快点的吧。我先。这到底要干什么？快点的，行不行？抓紧时间。那我先抽开摄像头吧，我抽一个和我单独开摄像头。啊，这抽一个和单独开摄像头。啊，那行。对对对对，那我就是你们公屏发 IU， 然后我来截图。公屏发 IU， 我来截图。我数321，然后我来截。啊。敲打你说。就是公屏滚动太快了，你要不让他们就是最好是女粉丝来啊，女粉丝。抢位置是吗？对，可以抢个位置什么？因为公屏真的太快了。那不也一对一吗？这摄像头那怎么办？那我下去啊，你可以让他们上这我的位置，然后我在下面帮你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抽然后我抽奖时候没见你们这么没见你们这么主动的呢，这么快呢？这屏刷这么快呢？我抽奖都没见过呢。男孩子的手速一般都是用在女生的身上，对吧？你们瞄准这个五号麦哦，这个五号坑，然后我数321，然后718你就开之后，你们谁爬上来就是谁的啊，就不用发 IU 了，你们直接点这个五号麦，321开，你们点爬麦，点这个加号。谁第一个上来？你们可以点这个空的位置，有个加号就可以上来了。点吧。就是谁第一个点到这个加号，就是谁。就点这个五号坑呀，这个五号坑有个加号，你们快点点了就上来啦，就抽福利啦。怎么没人上呀？这 respy 不算，他不是新用户，他不算，得猴哥的新粉丝才算。怎么还有个人掉了？来，你们哎，这也算不？这个他没有卡 VIP， 他可能是未成年，未成年会不会不太好呀？身体捉不住呀。未成年咋的了？未成年？
未成年也没问题，未成年不能。这个吧，就这个 FC 哥哥，就这个。行吧，未成年人不要看直播，啊，省着你老要刷礼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未成年人就别看直播了，未成年这个直播间有未成年的就算了啊，就别看直播了。我先关注，怕耽误到他们的学习，因为太好玩了。对，因为可能平时晚上的夜生活比较丰富。来，你们这个你们这个房间，我发现有点稍微有点问题。你们这房间，我一会儿我跟你说，我这要不被扣分，我这操管来了，我可受不了啊！你给我说话注意点，正常一点，注意点啊！我们都是很正规的，哥哥。我也知道你们是正规的啊，我是为了给你直播间的样子啊，我是为了给他的，对吧？这个反正你就抽，就这个兄弟就是福利就给这个兄弟了呗。嗯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行，然后当他们谁就点着上麦就行了。行，咱们就速度搞快一点吧，这个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搞快一点吧，那你们搁这边抽吧。对对对，我其实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可能要撤了，小姐姐。你要先撤吗？那等一会儿哦，我给你等会儿。你要干啥？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弄。不要啊！不要，千万别啊！别！哎呦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不要啊！不要！别这样！我跟你说，你这见外，真是见外。你要是这样式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咱俩这个关系可能就完了，就啊！千万别这样啊！千万别这样，你可别这样啊！这个东西可不用啊，可不用。还有你们这个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半半厅里边这些小姐姐，我跟你说啊，都别用抖鱼直播孙悟空，来看看直播就行了，别的都不用啊。我要怒充一块钱，不要妨碍我。真不用。那他们现在抽奖。对他们先抽奖，我这个我先撤了啊，我就先下麦了。嗯，那你先可以先去直播，然后我让他们先来抽奖，我给你。行，那你先给他们抽，我就先撤了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撒由那拉，拜拜，啊，再见。我先溜了，兄弟们。